可爱，我一口能吃十个。有新的外卖订单，请及时处理。老板，把它做成我吃不起的样子。这看起来好好吃，我要发瘦扇。这都不懂，瘦是年轻人里超火的社交软件，有各种有爱的圈子和有趣的人。一亿多人看你做仙人掌冰棍，你还能用它做点啥？看起来还不错嘛，还有别的吗？老板，要零食给我做个爆浆蛋糕。不错嘛，这些也帮我混搭一下。京东超市517，吃货嘉年华，零食饮料创意混搭，而且还便宜。你这也太搞笑了，我要分享到瘦上。圈子里的朋友肯定喜欢你。瘦是年轻人里超火的社交软件，有各种有爱的圈子和有趣的人。God, I wish I never spoke. Now I gotta wash my mouth out with soap. Yeah! 老板，你看，都40度了，搞点雪糕吃吃吧。看起来还不错嘛。